只不过没发现。那我打个电话让他出来吧。哦对，你看坐在那个老头儿在那个桌子上，他是那个市政府那个什么公园管公园的 superintendent park superintendent。 哦，他老婆跟我说管公园的。嗯嗯，然后中风了不能动了。哦哦哦，多大岁数了？五六十岁。啊啊，有一个门打不开，可能是。嗯，